要怎么决定去领地府邸的方向呢？那我们就用手上这个煤炭来一决胜负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冠冠耶， yeah! 欢迎来到我麦克弗瑞恩商城第80集咯。哇，好快啊、哦！那我们这一集呢，就是要去领地府邸寻找，好像也没有寻找什么，就是进行一个探险篇。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领地府邸，也不知道它的方向到底在哪里。那正如我片头所说的，我们要用手上这个煤炭哦，来一决胜负。我开拍前一下子，我有去那个地底打煤炭哦，刚好64个，刚好可以整除。那我们就从这边来，这边16个。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呢？我觉得这是最公平的方式啊、哦，因为根本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让我知道到底要从哪边去找灵地府邸哦。那我们就让老天爷来决定吧。还记得之前有一次，我们要不要去探险那个红土大陆的废弃矿坑？我们就是用老天爷的决定法吗？非常荒谬的决定法啊！那这一次我们要用一个非常荒谬的决定法来决定灵地府邸的方向，我们要从哪边开始去探险？那要怎么做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先来附一只有幸运的钻石镐啊！不要好了，不要钻石镐，我们这次用金镐好不好？金镐感觉就特别的幸运哦。我们做出两只金镐，因为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，我好像没有幸运三哦，我就有幸运二，来幸运二，然后再一个幸运二。之后再把这两只幸运二都附在一起，就变幸运三了。我们用这四个煤炭柱哦，谁的煤炭最多，我们就往哪里去。这样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意见哦。来，这里是东边吧？对，这里是东边。来，这一挖出来，来，我们现在身上一个煤炭都没有，哇，一开始就挖出三个了。我们来看全部的煤炭挖完，这边会有几个啊？让我们看一下，你这个东边会有43个。43个我们先丢在一边哦，来，然后再拿金镐，哇，金镐竟然要坏掉了，金镐也太脆弱了吧，没关系，现在这个是，这里是什么边啊，这里是南边，来，南边的话，哦，真的要爆掉了，要爆掉了，各位，至少把它挖完吧，可以，可以，哦哦，刚好挖完，哦哦，刚好挖完，哇，34个，哇，南边看来是已经落选了，来来来来，那我们再下一位，再做两只金镐出来啊。哎，这边这边，我找到一个幸运三了，直接幸运三 ，OK， 你要撑住啊。西边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会有几个呢？哇，西边竟然只有31哦，哇，那感觉好像是东边要定胜负嘞。最后一个北边，我觉得北边应该是不会有东边多吧？东边感觉起来他那个真的很夸张嘞，21个，哇，21个要跟43个打也太难了吧？那看起来应该是东边胜利了。有始有终的结束它，又爆掉又爆掉了，哇，29，最后是由我们的东边胜出啊。那我们今天就直接从东边出发吧。准备的东西呢，我们再拿，我们这边很多介符盒，这一个介符盒是空的、哦，我们直接拿这个介符盒走吧，就是你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去领地府邸嘛，我们拿一个浅绿色的染料好了，我们拿浅绿色的染料来染这个介符盒。我觉得去领地府邸好像绿绿的、哦，所以我们就弄这个绿色的介符盒吧。OK， 各位，那我们就出发吧，往东边的方向起飞了。希望老天爷给我的指示是对的啊、哦，不然会蛮麻烦的、哦。而且我根本不知道，哎呦，我的眼睛怎么了？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花多久的时间才可以找到灵地府邸哦。所以我们这一集也有可能没有找到啊、哦，先给各位打一个预防针。现在已经飞到了几千个了，4400多个了、哦，4400多个，有动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没有动啊、哦。我们至少要飞个20000吧。飞个20000，如果它真的没动，我们再改变方位哦。你们看这里的水哦，这里的水是有海草的哦，代表我真的一次都没有来过哎，超扯的。在哪边呢？哎，这里有海底遗迹，有没有看见？哦，好酷哦，海底遗迹，来来，我们把它记下来，改天有空我们再来这海底遗迹玩。哦哦哦，我竟然撞到山壁了，而且还站不起来啊、哦！哎，站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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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卡住了，哇，太那个了，来再吃一个压压惊啊，再吃一个压压惊。哎，看到一个血屋哎，各位，血屋当然要来玩一下啦，都来到血屋了，来看一下血屋里面有没有需要拯救的民众啊，感觉有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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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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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这个世界果然是很和平的，好吧，这一张床我们就把它带走吧，反正也没什么东西嘛。
这边有个村庄啊，哇，从东边这样子一直飞，已经飞了不知不觉大概8000格了吧。来，这里有那个铁匠铺啊，好像哇，好多的钻石啊，这是非常赞的一个村庄哎，哇，有没有这么多东西啊？谢谢谢谢谢谢，继续前进啊，来看这片雪地会不会再发现有需要拯救的人民呢？哇，下雪了下雪了啊，现在好像要冬天了对不对？今年冬天好像来的比较晚了，现在11月多要12月了，我还是觉得诶好像还好呢。只是凉凉的而已哦，我一直觉得好像在秋天的感觉。哇，这里是冰河哎，你们看，真的是一条冰河哎。哇，这个河好大哦，这个河你看这样子，全部都结冰，然后绵延好哦，还遇到冰刺地形哎，太酷了吧！哦，这个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那个高塔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完全不一样啊，我高塔更有质感了、啊，酷哎，好怀念冰刺地形哦，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。我们到各个的地形都有我们的据点啊，现在还是朝着东边前进啊，现在已经飞了10000格了，10000格会动了吗？没有 ，Oh my god！ 啊，我的鞘翅还活着吗？啊，我鞘翅还活着，我耐久三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哎，沙漠遗迹，来，沙漠遗迹也是要玩一下啊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找到化石，竟然是在沙漠遗迹旁边找到的、哦，酷到一个爆炸！来，先把这个挖掉，然后 TNT， 等一下我们再挖走好了。先看一下这个马铠跟骨头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不需要，有没有需要的啊？绿宝石啊，想到三姐是换一个绿宝石的地狱啊。好了，这些绿宝石我们就拿走吧。奇怪了，现在到底是飞了15000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到22000好了，22000-23000左右。如果22000-23000左右都没有变，我们就直接转方向啊，转向第二多的方向。刚刚第二多方向是南边的样子啊，我们直接往南边切过去。各位再忍一下，哎，那边有一个雪屋啊。来，我们就到雪屋那边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家伙，欢迎我吧！你们该欢迎我，哎哎哎，怎么不欢迎我？走开，走开！帮我的鞘翅加一点经验值啊！这里应该会有人要需要我拯救了吧？有了有了有了，这次有了！来，拯救他，来吧！这个金苹果喂他吃。哎，不对呢，金苹果也很有用哎，我们就不要救他了好了。金苹果我们也很需要。我听说林地府邸可是相当险恶的哦，我们就把金苹果留给自己用吧。OK， 那你们两位就那你们就继续吧。我拿着金苹果就走了。哦，前面又遇到熟悉的海洋了，会不会在20000格的地方？哎，真的嘞，20000格的地方这边也是有这个珊瑚礁的聚落，还蛮漂亮的。来20000格，哎，动了动了，各位，动了动了动了，回去，回头回头回头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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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竟然已经超过了，哇！老祖宗不是老祖宗，哇，老天爷也太强大了吧，真的让我找到了。哇，那不是还好我们增加到20000格，我本来想说15000我就不想飞了。有没有再动了再动了再动了，各位各位，等一下我们要立马给它左转哦。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，1、2、3左转， OK OK， 就这个位置直直往这边飞哦，一定就会看到林地府邸了。各位，我们要成功了要成功了要成功了，真的找到了，哇，随便给老天爷决定。以后我们任何的重大事情全部都交给老天爷决定好了。超嗨的，我感动到都流眼泪了，从来没有离开家里这么远，而且现在是18000，然后要在成语现在已经2000-3000了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才可以找到林地府邸，果然是非常远的一个冒险片啊。我刚是真的已经按下录影停止键，想说好了，不然来做个结尾好了，不然不知道要拍到什么时候，一直飞一直飞。鞘翅还够，鞘翅还有一半哦，说不定这个鞘翅还有办法让我们飞回家哦，反正我们知道家里的坐标嘛。我们这一集老天爷的一个卜卦方式哦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学起来，如果你是很非洲的人就还是不要用好了。我们现在这边哦，哎，有村庄，来来再来听一下这个铁匠铺，我们来看一下该不会有很极限的宝物吧，在这么偏远的地方究竟会有什么宝物。还没到还没到还没到，哇，加油加油加油，现在不知道几格了，已经哦11000了，各位。而且你们看，我现在飞的地方是南边哎，这个是神准到一个不行啊！一个东边，一个南边。我们棋子刚一开始往东南边的方向直接飞过去，我们现在就到了哎。所以以刚刚43跟这边好像是34嘛，这样子来说，理论上应该也要到了啦，18000跟14000哦。所以我们南边该不会也不会超越18000就找到了吧？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吗？现在已经16000了哦。究竟会不会超越我们的 X 轴呢？应该要到了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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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直接撞上林地府邸，各位！
各位，我又卡住了，来，重新，我先插个火把哦。我现在站在旁边登录了，各位，哇，现在晚上了，来，我们拿出我们的床啊，直接先来睡觉，这边睡觉。我找到离地府邸，而且还是一头直接给它撞上去啊。离地府邸超漂亮的耶。来，我想要在天空上看一下它，希望在天空看一下它不是什么奢侈的要求哦。来，带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超大的耶！不知道刚刚被我撞到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坏掉？我的头可是很硬的哦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下一集就是要正式的潜入林地府邸去当 FBI 探员了。太开心了哦，真的好开心，找到了。那各位的留言我都有看哦，我有在网络上查一些资料要去怎么攻陷林地府邸这个地方，但是后来我统整了一下，发现好像就是打进去就对了，管他那么多。好啦，也感谢你们的留言，下一集呢我们就会正式攻进去了，各位敬请期待我的表现吧。那我们这一节影片内容差不多就可以到这边做一个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我影片内容，不用在下面点个喜欢。那如果想要及时观看我最新发布的影片，那就订阅我吧。那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觉得会喜欢林地府邸探险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！各位，你也喜欢林地府邸吗？